什么？这是豌豆呀。那这个可以吃吗？当然可以吃了。那我们把它带回家吃吃。好呀，走。哇哦！哎呀，哟呵，不错哟。豌豆架好啊。哦，样子真棒。嗯，你们在干嘛？在豌豆呀。这是你们的吗？那是你的。当然是我的。把豌豆还给我。嗯，给我干嘛呀？啊，走啊！你们是一伙的？怎么一伙的呀？这豌豆就是我们家摘的。他把你摘过的豌豆，不是我。给我走！啊！哪一个人？阿哥，我去咳嗽。嗯，你要走哪儿去？我走安边去。你不喊你去咳嗽？哦，要得。嗯，要走哪儿去？我出去玩啊。这次喊你咳嗽。好吧。豆子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我去外面玩啊。子子叫你去买肉。十块钱能买多少肉啊？嗯，然后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去玩呀。你先叫你去买肉。那好吧。嗯。谢谢你买的肉。这是100块钱买的猪。